霍霍弟弟，你吃饭还自己准备这个碗啊？准备，因为我的爸爸去哪里？啊？我不知道去哪里。这里没有准备，他姐姐。你看到弟弟他自己准备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弟弟的这个高铁餐具好了。弟弟的高铁餐具。这个要带，这个要带，是磨到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磨到的？这个磨到。哎呦！因为滑梯那边磨到。哇，小小小心哦，小小小心。来，我们看看弟弟的高铁餐具啊，这里有一个汤匙哦，汤匙，好，汤匙很棒，很棒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高铁筷子哦。好，那你把它收好吧。那这里的话有一个这个盖子可以盖起来。还不错哦，这个不知道买多少钱呢？我伯，你买多少钱啊？我的是有两个叉，和姐姐也有两个叉。哦，了解了解。我的一个是大，一个是小。了解了解，好吧，那我们把它关起来吧。喂，这个等一下要吃饭了，不是要打开。好好好。